大家好，而家我哋喺北极睇紧极光啊，唔系，系西九先啱。想知道西九点解有极光，同埋好唔好睇，记得睇埋落去啦。但要在年半之前，我们介绍过一条西九片，当时要去西九，我们要经过马路走过去的，但是今时今日我们可以透过商场直接去到西九的，就是在元方向市街100的方向走，跟着西九的指示牌经过一条天桥，再走前一点就会到了，而这条新的路就会比以往那条路更加快和舒服的，我建议大家都是走这条路了。咁我哋而家嚟到艺术公园嘅大草地啊，咁我哋面前见到好靓嘅极光，咁不得不赞下呢个艺术家 Dan Acker 呢一个装置啊，真系非常之靓。用我有限嘅知识嚟观察，佢系用咗三支嘅射灯同埋一啲烟雾，加上一啲音响去营造呢一个极光嘅效果嘅。现场所见，好多人都会喺极光底下野餐，咁三五知己一边倾偈一边享受极光，真系唔知点样形容啊！提一提大家，我哋认为睇极光最佳嘅位置咧，就系喺对住射灯嘅教后位置嗰度睇嘅。而你哋面前见到嘅片段都系嗰个位置嗰度拍嘅。如果你觉得呢啲片段系靓嘅话，就记得行去嗰个位置嗰度睇啦。除咗极光之外，西九另外一个地方仲有一个魔幻森林。喺呢条片嘅尾段会有魔幻森林嘅片段，记得睇埋落去啦。